看到没？连这只巨大的红龙都被我腐化了。对上，瓦拉斯塔兹！快逃吧！在我失去控制前，快逃吧！在精灵之力前战斗吧！太迟了，奈法利安的腐化已经掌握了我。黑石氏族的狂怒已经在我的血管中流动了。我死来办法。主人饿了。我没有足够的法力。兄弟，我想熬。为我进关，为了每一场作战挑战，为了每一场作战。谢谢。你应该要在可以逃走前赶快逃走，凡人。你杀死了好人那一边的，有没有很伤心啊？